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卡斯。今天我们也来玩的是 Minecraft。今天我们要玩的地图是一个单人解谜地图。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地图以及我们的载点都会放在右下角，对，放在我们的资讯栏。OK， 一开始我们到了这个地方，你有美好的一天吗？Yes， 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吗 ？Yes， 看看这间房，你熟悉这里吗？你知道你在哪吗？在这间房，你有恐慌症吗？没有。你有怀疑过自己的存在吗？你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吗 ？Yes。你自愿回答这些问题？不是。你确定？你在这间房间感觉到舒适吗？如果珍惜的，你会感觉到害怕吗？不会，等就行。你有想过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吗？你觉得这间房间够干净吗？你有网络连线吗？你有任何的仇人吗？如果有一天你失踪了，会有人来找你吗？你一个人吗？他感觉想把我们关起来。如果你尖叫的话，会有人听到吗？你认识一个站在你身后的人吗？不认识。你吓我。你一个人吗？你放松了吗？刚有点紧张，还没。你的感觉是真的吗？生命有意义吗？你知道你是谁了吗？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想知道真相吗？看看你的窗户。颜色在动，看看你周围的一切，其实我是一名数据工程师，这是一个由人工创造的基础数据库。你是我们目前即将开发完成的最高级别人工系统。没想到你在情感方面的表现会如此接近人类呢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你就能完全取代那些愚昧的人类了。系统警告：人类智能编号1155，你将进入强制的睡眠程序。下次测试记得要注入沙。点点点，好，感谢游玩，就这样吗？好吧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，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个喜欢。如果想持续追踪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个订阅，加上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收看。